很疲劳，很疲劳的。天天做节目，天天这么疲劳的，还是很辛苦的啊！哎，就是、还要帮人家背，还要被人家说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嗯、啊。啊、我都这么不要命的救人，还要被人家骂，真的是有时候，哎呀，所以想想当年佛陀，所以我昨天想到很多佛陀，你看到人间来弘扬佛法的时候，很多的其他的教派也骂他，说什么佛教啊，说他不是正教什么，所以想想弘扬一个佛法真的不容易。连佛陀都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被人家赶出来啊，啊，佛陀都被人家欺负啊，啊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？所以我们吃点苦算什么？啊，跟佛陀比起来，我们差得太远了。所以在昨天，这个我们纪念佛陀的那个涅槃日的时候，我师父就想了很多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啊，一定要自己的心要坚定，向我们的佛祖学习。有时候真的不能懈怠。如果佛陀当年啊被人家其他的教派污蔑啦，或者被人家诽谤啦，啊被人家打压啦，然后佛陀就把这个佛教没有啊送到人间的话，哪有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呀？所以人真的要有智慧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的佛陀的精神啊，真的佛陀真的太慈悲了，太伟大了，所以有时候想一想，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个激励啊，一定要度更多的人，一定要不怕困难，一定要救人啊，因为救人为上啊。看看佛陀连太子都不做，舍去人间一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，好好的度人呢、啊。像你们两个孩子把妈妈度到了，你们就是菩萨呀！你知道，你不是救了你妈妈的一条人命啊，是救了她一个慧命啊。她以后上去了，她会感恩你们一辈子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哎，好孩子，好好念经，听得懂吗？啊、哦，好，好。我会好好念经的，和妹妹和妈妈一起好好念经，好好救人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师父最开心就听到你们说念经，我一听到别人说念经给我听，我就特别开心。我有时候看见很多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，这个等在那里等候的时候，嘴巴里都在动，师父可开心了。他们永远没有浪费时间的，真的，他们在做功德，不容易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台长，台长太辛苦。嗯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嗯。嗯，还有。